西全上。民进党提名八位北市立委参选人一字排开联合登记造势，竞总主委陈时中也出席，主帅赖清德亲自领军，一一替选将们披上胜利彩带。吴佩益也是怀抱理想，充满抱负，能够给予未来的萧美琴啊一个大力的支持，打一支全垒打。让八席全上，想拼国会过半不容易，毕竟王世坚选区跟何志伟初选分裂，两人气氛尴尬，能否真心团结？整个团队都在努力。上八席全上，加油！报一下吗？来来来，世坚大哥、何志伟，大家要一起加油，坚伟一起，共度难关。高嘉瑜一个 move 上前，硬是拉着王世坚、何志伟一起喊动算，但他自己恐怕也没那么好过，因为港湖还有吴兴代分裂，让他急着要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本土派。除了立委选战，赖萧佩正式登记，对比蓝白谈不拢，脚步稳定领先。那我在昨天呢，也已经跟战猫萧美琴啊、完成总统、副总统的登记的工作，我们两个有信心。我们也有决心，在纷乱的市局当中，稳稳地带领台湾前进。台湾在这个当下，是经不起纷乱，更经不起试验，充满历练的、经验的啊，这个候选人才有办法成功地带领台湾继续稳健的前进。赖清德脸上始终挂着笑容，在赖萧佩拍板之后，全力冲刺选情。三立王晨毅、朱淑君、N 小组台北报道。